给我们今天讲解一下女娲的先行曲外附的 ending 部分怎么去跳。这一部分呢，除了最后这个走步这里稍微难一点点，其他动作都很简单。首先我们是从音乐外附 and 等等等等等这里开始进的哈。外附呢就是一个造型给出来，怎么给的呢？是我们的左脚擦，对，把自己蹬出来的同时把自己身体蹬到了侧面啊，再来 and 蹬好，然后同时双手环住我们的腰部，哎，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哈，然后左手是手背贴上来，哎，这个就是抱住啊。待会儿我们还会去另外一边做一次啊，然后待会儿有些同学就开始晕了，他说哦，哪边抱哪个手，哪边抱哪个手，就很混乱啊。那我们怎么去快速的把动作记清楚？我们就这样去记，我们看我们的这个身体侧边线，哎，也就是面对观众面对镜子的这一边，我们要把它露出来，哎，那我们就要快速的把它让开，把左手让开，哎，然后右手呢就去另外一边就对了哈。你看，擦一下就定住了，把这边亮开哈。然后你看这样是不是就遮住了 ？OK 哈，你看亮开，哎，就要清晰一点。包括待会儿去另外一边也是哈，让亮开，哎，亮出这边啊。你也可以去记这个手的开口哈，但是我不知道有些同学感觉的明不明显哈，就是两个手之间的这个对出去的线 ,OK, 哈，然后这个听一下就行了，是朝着镜子的哈，不能理解的同学就用这个方法啊。然后这里呢还没有结束，不光是这样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头，哎，头一起的被打到了后面去哈，再来我了切一走 ,Y,OK, 这样就成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重复动作的组合了。这里呢我们暂时不数八拍啊，因为教八拍的话整个八拍段的时候不是一个规律的结束，我们先讲完了动作再去填拍子啊。首先我们接的是一个跨步的基本功重复啊，做做做 ,OK, 这个简单哈，你可以先正面找，哎，跨的方向是往哪边？往右哈，然后待会儿直接用到侧面变正面就行了。嘿嘿嘿，对，然后他们跳的感觉呢稍微的要偏稳一点，就主要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上哈，不是整个人都在抖，哎，是哎哎哎，感觉是把自己提起来，提起来之后去做跨放进去 ,OK 哈，然后重复了三次。这个三次呢加上我们手部线条的移动，其实就是在拉开我们的手，拉开，哎，对，把它填满三拍。这个动作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容易抢拍哈，很多同学一个动作就做开了，我们尽量的是一二三，对，把它做满哈，而且没有离开身体，它的终点还在我们的身体上，就在身体的另外一个边缘啊，然后同时慢慢的回头就会更有感觉哈，反正肯定是要回头的。至于说大家可以，同学可以，哎，对，然后这样带一点点鄙视的、蔑视的感觉回来哈，就更酷一些。好，然后这里三个重复动作之后哈，我们再去接三个重复动作。这个重复动作是，八爪鱼一样的这种爪子拿下去哈，然后把爪子想成一个跷跷板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对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重量是加在了我们的右手手腕上哈，哎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然后同时把左边对称的翘起来，好，然后这一个动作要注意，整个手部线条要硬啊，你要感觉手是一条直线，哎，不要是弯的，两个手分开再动哈，右手动左手就会背压起来，然后两个手打直，哎，然后幅度尽量去给明显一点点哈，然后这一个呢，胯的律动我们就开始一直有，包括待会儿还有个重复动作哈，也是在做什么，哎，就做这个哈，都是做这个搭配，哎，你想回来之后继续做胯，但是变了手变成了抠下去，哎，抠了几个，也是三个，三个加三个哈，然后变成了加两个哈，这个需要记忆一下，哎，两个是什么呢？擦身体哈，这个擦的方向呢是右手往下，那跟我们刚刚这个八爪鱼的方向是不是协调的？下下下再下下，只是一个外下一个里下哈，然后实在找不到同学呢，可以想这个顶出去哈，看哪个方法适合你哈，你就用哪个啊。然后这里重复动作组合就讲了是什么？三加三，哎，一个蹭蹭蹭，加蹭蹭蹭，再加两个哈，刷身体 ，OK 哈。然后唱歌词唱到这个这里哈，这里就变喽。其实还是一个重复动作在反复用哈。我们先看我们的哎，这一个就是走路是吧？先走哪个脚？先走放在前面的脚，左脚、右脚。左脚右脚哈，这个是个人都会做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加上我们的手，好，这个也是个人都会做哈，很简单，合掌开掌，合掌开掌哈，组合一下，哎，走开走开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说老师这个跟他们的不像呀，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律动哈，我们少了个什么？哎，少了一个踩脚顶胯的东西在里面哈，这个呢加上就不是是个人都会做的动作，有点难度了哈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先理解刚刚走路
路大家是能理解的是吧，然后我们走路的时候把另外一个脚顶出去顶出去顶出去，哎，这个动作呢其实在进阶一点的这种难度的舞里面经常用的哈，然后零基础的这个用的比较少哈，然后我们今天速成哈，你就想成是把胯顶出去，嘿嘿嘿嘿，对，看会不会好一些哈，实在不行的同学呢就多练了哈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哎，踩出去，and 落脚的同时右脚撇出去，再来 and 撇出去，好，然后我找到了这个过程之后再去重复对称，对，而且这个动作呢不光是说脚步会了哦，动作就像了，还有你整个身体比较放松哈，OK 哈，然后这个加油哈，看你能速成就速成，不能速成都是需要多练的哈，多花时间，好，然后组合上我们刚刚的然后这里组合上之后手很容易变形，就很容易去做成这样哈，对，合掌开始哈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手位要在同一条线上，不要，哎，不要，哎，都不要哈，平和平开，OK 哈，然后这里呢我们就教完了，哎，一个小部分了哈，这里都有两个八拍了，还是蛮快的，首先是一个对造型 wife 哈，加三个噔噔噔噔噔，再加三个，做做做做做，还是做，但是做两个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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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了哎，发现没有，是不是最后这个不光是动作难，启动都难是吧，然后一定要想清楚，哎，左脚收，左脚收就会好一丢丢哈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数个拍子，数拍子呢，我们先要知道哪些动作之间是断的，就是教的动作分开，我分开教的地方都是断的。首先这里要断一下 wife， 哎，也就是一二哈，然后加三四五，哎，然后加六，这里是不是断了？那这里三四五一个一个之后断一拍，花一拍就三四。五六，对，就这个意思哈，然后接着再来三个就是七八一二，对，又断了是吧，七八一，好，然后断一下就是二， OK， 再加三四， OK， 哈，就这样的，然后五六七八就是匀速了，五六七八， OK， 哈，记一下哪里断我们就哪里多花一拍就行了哈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。OK， 然后这里呢就是完整的两个八拍哈，接下来比较开心的事情来了，直接重复哈，基本上是完全重复，除了最后一点点要变哈，那我们直接的就该是。嘿，对，右脚哈，你看我这个手都是有一点点，哎，对，想清楚哈 ，and 抱住 ，OK 哈，再来 ，and 抱住 ，OK 哈，然后这里有个难点，就是当时我们不是哎，本来就是右脚的 ending， 还要用右脚，这个就需要你对动作很熟悉哈，很熟悉才不会出错啊，然后会了之后记清楚哈 ，wife OK， 然后呢又来，哎，也是一样的，只是换了方向哈，三个之后断一下，再加三个，对，然后换到左边下哈，然后再来，哎，也是换到左边下，擦两次，好 ，OK， 直接用就行了。然后接着又是哈，这里的我们要记住是要去衔接下一个这里了哈，那我们就要想清楚，哎，要变了哈，怎么变呢？首先打掉，哎，这个我是采样的 C 位的动作哈，如果你们有其他喜欢的动作也可以自己去采样啊，所以 C 位的动作是啪，对，丢掉哈，然后怎么丢掉呢？到位不丢起来，丢起来，哎，然后丢起来就把自己的这个头抱住去做两个顶胯，哎，这里就是五六七，再加一个八，哎，定型去直接衔接下一组动作啊，这个大纲是比较清晰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动作我们再看哈，首先是什么？是丢起来，然后再去丢丢，对，那如果只是想跨呢，我们可以想成是三个丢 and 丢 and 丢丢啊。如果这里只想跨的话，是不是想成三次丢就要简单一些哈？你看丢 and 丢丢，一个下面丢，好，然后赶快起来上面丢，好，然后组合下丢上丢，好，然后加什么？衔接 ，OK， 就这样的哈。然后这里呢就讲完了，实际上只有最后的，哎，是新动作哈。我们想一想 ，and， and why， and 当当当当当， and 当当当当当， and 当当当当，OK。六七八三二
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。好，就这个，这里做了之后，很简单的动作来了哈，开始摆胯，嘿嘿。嘿嘿，这个就是纯基本功能哈，直接做就行了，而且也没有什么下限，直接的平坐右坐哈，不要去做 U 型胯哦，快速的弹弹弹弹 ，OK 哈。然后这里我们一共要做七次，完全直接的轮换做就行了。第八个 ending 呢，我们做成嘿，对，去干嘛？抬手哈。然后这里还有个细节，就是要注意，我们做胯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全程是架起来的哈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啊，对 ，OK， 架住丢掉哈。那你看这里就又一个八拍了哈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开始往前走啊。我们如果一个人跳，就要去踩一样有动作的这个位置哈。那我们怎么去往前走呢 ？And 跳，走走走，哎，四步哈，这个超级简单，就是往前走哈。然后走呢，手放松就行了。先记住是右脚哈。And 嘿，二三四，对。然后这里因为我位置有限哈，走的稍微有点垮，你们如果位置够呢，就可以每步均匀的去走啊。And 嘿，二三四，好。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，哈，这个怎么去做？哎，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跨那个丢的道理一样的哈，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缠起来哈，那我们就要先把它放下去，好，然后快速的，丢起来，丢起来。丢起来 ，OK， 然后就拍一下，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同时搭配一个，左手把自己撑住哈，组合 ，and， 拍 ，OK， 好，然后你看这里我们就讲了，又讲了两个八拍哈，这两个八拍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，一个是，叉腰哈，哦，叉手抬高做七个啊，加一个哈，然后走四，嗯，嘿，二三七，缠起，缠起，缠起，拍 ，OK 哈，然后这里就到了。哎，与其 C 位的这里了哈，这里呢就稍微难一丢丢哈，我们放在第二部分去讲解哈。然后我们把这里连起来理一下，一共有三部分，第一个和第二个部分呢是大部分是重合的动作哈，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很简单的摆胯重复加走路加 OK 哈，来吧，准备哈，五六七八 Y and 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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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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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跨跨跨跨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，五六七八 ，OK 哈，然后多跟着音乐去练习哈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。